遭受到的这种豪雨的侵袭，造成我们美容溪所造成的淹水，我们这个淹水的情形造成大家很多的不便。那么在过去我们也进行过整治，那么整治也初步有这个成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强化我们美容溪的整治，有很多的设施，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程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跟地方、我们的乡亲能够做最好的沟通，